本节目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三星 Z 系列第五代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零蔗糖冰爽官蓝方圆冻凝茶赞助播出。零蔗糖喝到爽。本节目由和生元赞助播出。和生元宝宝保护墙，妈妈少担心。本节目由好吃的半糖德芙赞助播出。五分清甜，十分丝滑，我们都爱吃。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睡拉满状态，征途星光璀璨。本节目由醉酒赞助播出，上海贵酒，醉酒浓香型，风味醇厚。本节目由丽郎简约男装赞助播出，丽郎简约男装哥哥轻装上场，加入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团建不打烊、超前营业、公演 reaction 等精彩衍生。欢迎来到《披荆斩棘》第三季。真的 ，MC 林志颖，我是把《披荆斩棘》当做我人生下半场的开始。早上好。三十多个哥哥来的都是厉害的，不会怕遇到什么对手？不会，为啥要怕呀？大家是好几大老爷们，你老怕这个怕那怕的。想见你，打怕你，我们肯定全力以赴。越不想碰到的对手，就越会碰到。你们厉害，我们超爱。所有的对手有年轻的，我是博远，我来这里当弟弟了，我来这里不需要当哥哥。然后 vocal 组唱的好的，江东亚 ，come on。Hey, 他们都是金曲创作人，是入行25年以上的。你是否接受挑战？当然，唱导演全能，你等着。蔡老师，你一定要 rap。我跟你讲，初评舞台已就位，倒计时现在开始。本场五组1v1对手已全部产生，想见你，打怕你。哎呦。送你365个祝福，随你服不服？品质为上，绝不可弃。请讨教，我无所谓，也无所谓。说今天还有一个老朋友带来的神秘礼物，我们的老朋友经典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呼伦贝尔有机奶。好，这个就是经典送给大家的呼伦贝尔有机奶。哎，来看看这还有礼盒呢，尤克里里。哟，不错。健身器材。对啊，这看来以后每天都可以运动。啊，看您一看就是平时没少练。还好。我看这个，哇，有机蔬菜啊，哇。好新鲜啊。哎呀，这真是有心了，让我们好好运动，好好提升自己，多去和大自然接触，多吃有机食品，多喝有机奶，这才是有机生活。是啊，必须要跟兄弟们一起分享啊。来吧，兄弟们。谢谢。都有吧，大家手里都有吧。让我们一起举起呼伦贝尔有机奶，预祝我们大家的初舞台演出顺利。演出顺利。相信大家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从我说完这句话开始，请在100分钟内完成换装准备，1000位观众将于此时同步入场，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听舞台已就位，倒计时现在开始。好，开倒计时了。开始了吗？哇，100分钟的哒哒哒哒一响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要开始了，终于来了，赶紧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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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白过来就得了，瞧一下自己瞧一下、我都希望自己能给大家制造一点新鲜感，让别人感受到带引号的威胁。赶快集中精神，进入战斗状况。醒过来。对你们有信心吗？太有信心了，因为我们太有凝聚力，能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是最没有威胁的一对。我们的压力肯定比熟悉这个舞台的歌手会大很多。他和我们再练一遍吧。当然，来，
其实我没有压力，我感觉好像就这一次如果输了应该也是输蔡国庆老师的脸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应该会顶着。这里有一枚象征 MVP 荣誉的戒指，暂时由你们保管。Oh, really? 真的吗 ？MVP，MVP， MVP, 我这个那我要戴右手的，这个尺寸就是刚刚好。I do. It's the Google ring. You can wear. 对。如何留下这枚戒指？请阅读规则。有新的规则我拿。优胜组中仅排名第一成员成为本季首场 MVP， 荣获荣誉这个戒指，下一场的优先的选歌权，这很重要。其余成员将成为流浪者。啊？应该只会有五个 MVP， 因为五个对决，所以其实是争夺这个戒指。对。如果我们连赢都没赢的话，我们就没有 MVP 这件事情，我就把戒指退回去。不行，戒指必须留在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手上。战斗序幕已经拉开了。你将与出品的五个优胜小组进行 PK， 若个人表演火力值超过任意一组，则挑战成功，否则挑战失败，直接离开。挺好的，增加一点门槛，我也不怕。和我们一起倒数，十、九、八、七、六。5 4 3 2 1天哪，这等来了滚烫剧场，巅峰归来，披荆斩棘，战魂重燃，征途再起。有请滚烫主持人齐思钧。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的滚烫剧场，欢迎你们。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钧，欢迎各位。这里是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披荆斩棘》第三季。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限量上市。同样在比赛前，让我们欢迎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杨婷婷、王一曼，欢迎你们的到来。马上要开始的便是《披荆斩棘》第三季的首场演唱会家族初评日，我们的主题是《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两季以来，家族的铸造从成立到扩建从未停止，本季家族扩编依旧注重唱跳、唱乐、唱作、唱演等专业细分风格，开辟高技能强风格的全新舞台可能性。新一代的故事将由我们在座各位共同书写。现在正式为大家发布我们的首演规则，第三代成员将会通过组间对决和组内竞争的双重试炼，他们将会分为十个合作小组，两两一 v 一对决。单轮对决的两组表演结束之后，现场的1000名观众进行火力值的投送，对决双方均可投，但不可以重复投送。全部表演结束之后，现场观众进行个人喜爱度的投送，其中优胜组中排名第一的成员将会成为本场的 MVP 及单场最具价值成员，资源优先共五位，而其余成员将会成为流浪者的身份。Exciting? Yeah. I like fighting battles on stage. I was shocked this day. Wow. I shocked you guys. Okay. And then back home. Okay. 所以对决此刻已经开始，而第一组登台的哥哥们已经决定好了是谁。站就完了，站就完了。
恭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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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legendary actor versus legendary singer. Yes. The battle. Yeah. Excited. Very strong. 一定稳啊！这个身经百战的。我首先问一下狼族哥哥们，想到两个组会成为对手吗？我先，我拿张纸，我先擦一擦眼泪。我们这对战算是田忌赛马吗？是哪一种马？我们就是主打一个学习。其实你想，就是一开始有那么多组会选择战术回避，就其实也是尊重一个就是蔡老师在演艺圈里面的这个位置跟。胡老师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个地位吗？因为你看他们先给我嘎嘎嘎给你架到那儿，然后我们最后票数一低，哎呦这什么东西啊，人数上他们已经获胜了，时长上也获胜了。我们其实主动选择陆毅老师这一组也是因为觉得这四位哥哥实在实力太强了，他们都是会演会唱会跳的。是真心话吗？真心话呀。哦，那你干嘛选我们？而且呢，我觉得我跟耀庆呢，一边一个元气满满的哥哥。对啊，就是缘分。我觉得你看，一个耀庆，一个国庆，你这普天同庆啊。最终迎来的局面是什么呀？双庆。我们在上场之前，还是要给自己打打气，一句对战宣言，好吧？还是我们还问那句吗 ？OK 啊，一二三，你等着。我们会赶上你们的，我们等着你们赶上我们。好，这说的不太齐。对，再来一次啊！一二三，我们等。那么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迎接他们的舞台，看看究竟是哪几位哥哥为他们带来推荐，请看大屏幕。他是完美的丈夫，更是满分爸爸，陆毅。哎呀，军哥，哇！来到披荆斩棘，他也肯定所向披靡。他是演技与才艺齐开挂的宝藏演员王耀庆。这个夏天，让国民舅舅王耀庆告诉你怎么对舞台上的他呐喊。我要推荐的这位哥哥呢，是多项全能的苏小丁苏哥。紫金城里所有的尊贵都是爸爷给的，披荆斩棘舞台的惊喜会是陈嘉颖给的。音乐总监级别的制作人终于来了，他的金曲应该是非常非常多。年少的你，这样的创作全能的胡彦斌绝对值得拥有。这一次《披荆斩棘》将迎来一位极具反差的蔡国庆哥哥。我们小时候就说，哇，你长得好帅，好像蔡国庆。对，他的歌我们耳熟能详，所以问题来了，他的《披荆斩棘》的出舞台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厮杀此刻已经开始，获胜这一组当中会根据个人喜爱度决出本场的一位 MVP， 而另一组将会全员成为流浪者。所以说你们的火力值投送至关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吴彦斌、蔡国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它是有生命周期的，它不是说你永远可以唱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还允许我们成功，那我就努力一点。只要你是人，总会越来越老，但是我内心一直是一个火热的青年，我一直愿意燃爆自己，点燃我心中的那份能量。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十几个人困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数着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哦，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
手，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像雪又唱出我的情节。我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分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忘了心事的国度，你所到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天注定招牌错落在秋收，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乐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你们的老爷车跟着总理摇曳，在这海风似的漫无目的，不过冬树淡漫的熏风香气，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铁柱的招牌错落着秋香，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浪的漫步，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能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梦一头，欢阅读他为心事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这真的过头。缤纷的老爷车跟着声音摇曳，这海风似的漫无目的，冬树淡漫的熏风香气，我下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浪藏在幽蓝的阁楼阳台，爱你是我心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那位心事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当街灯亮起，他慢慢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你变了半天就是为了最后一，我好爱他哦。媳妇儿了，媳妇儿了，哎呦，好可爱哦，他很可爱。没想到蔡老师还跳 Mojito， 而且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pose， 很有趣，很大胆的一个突破，很有魅力的蔡老师。那可是咱的童年偶像。居然可以做这么大胆的尝试，哎，很多小爵士的滑音做得非常的到位。没想到哇，蔡老师在初舞台就这么卷，就开始突破自己，给所有弟弟们就打了个样。胡老师唱男人 KTV 的时候，不管是对技巧的把握啊，对自己声音的控制啊，我觉得完美。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彦斌，谢谢。我是一直为你们送祝福的庆哥哥。
莫庆哥，我们要的祝福呢？原本以为祝福怎么来个 mojito？ 来吧！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收到，收到，收到。虽然说我一点不在意我的年纪，但是我很在意我的岁月，每一年都要比上一年过得更精彩。太酷了！同样问一下一鸣哥，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上演唱，自己心里有什么变化吗？这一次来那个披荆斩棘的也有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今年马上快40岁了。哇，还年轻啊！他们说40不惑，我带着无数的困惑来了披荆斩棘，我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得到很多的答案。然后我觉得男人 KTV 这首歌呢，我经常看到一些文章说男人会有在车库车上坐30分钟再上楼，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男人可能他要开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转变了一个身份。你有吗？可能过往我们跟自己的父亲长辈学习，从男孩成长到男人，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标准答案如何做一个好男人，所以学归学，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所以这首男人歌唱给大家听，太有水准，好会说话。谢谢两位哥哥，稍作休息，稍后我们等待下一组的哥哥登台。从1999年万人空巷的永不瞑目，再到后来步步惊心霸占各大卫视，下一站幸福的时候，你们也在等待那位舅舅。而这个春节档等待那位弟弟的时候，也等待了很久。一瞬间感觉像是来到了电视剧的颁奖典礼，所以他们作为电视剧收视率的收割机，在现场究竟能够收获多少的火力值，能够收获多少喜爱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郑嘉颖、王耀庆、苏小丁、陆毅。所谓披荆斩棘，其实就是努力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从来不在里面停留。虽然我们这个组不是专业的歌手组，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们会用我们的真感情去打动观众。在这一波跟走下去，让悲伤无法相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山川日光，那天堂是我爱过你的地方。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Chan， 他们叫我 Uncle Wang。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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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朋友别等待，不甘于崇拜，看尽山远海洋各种状态，这一生太短，有几个舞台，每种都热爱呀，有各种姿态呀，呜耶，掌声期待音乐里，呜耶，追逐我的光阴，奔跑着我生命， It's my time
Uncle Win。啦啦啦，一起摇摆。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生命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别让我的心
可爱啊！邀请歌真的太犯规了，但那个一出来全场的焦点，他的独特的魔性舞蹈，然后所有人就是被洗脑了。而且他的笑非常有感染力，你看到他笑就很开心。陆毅哥也是从小看电视剧里面就是男神，非常有型嘛。条件是有野心的，我很喜欢这种血性，那真的就是高启盛本身。郑嘉颖唱的时候，哇，那个电视剧的画面就砰砰砰往外涌，感觉他们每个人都有绝招。这种绝招是叫做一个眼神，下面就一片掌声，一片尖叫。哎，我好羡慕这种。大家好，我是王耀庆。舅舅，这老舅 ，real 老舅。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毅。大家好，我是郑嘉颖，好久不见。这边开始请安来了。大家好，我是演员苏小丁。高启，真的是，我现在这么看他都跟看电视剧，有点那感觉吧。哎，我们问一下耀庆哥，你身上有太多惊喜了，所以你打算在我们节目又要制造哪些惊喜？我其实来之前呢，就是一直在想，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一起演出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了。为什么？因为有好多我想合作的人。期待。希望可以创造出来更受大家喜欢的作品，留在这边。嘉颖哥，今天完成了这样的表演，自己现在感觉如何？其实我很谢谢导演的，真的跟我说了一段话，说现在可能这几年很多大学生毕业了都很难找到工作，那我们这个节目的精神呢，就是为了鼓励他们，帮他们打气，叫他们不要放弃，所以我希望大家加油。谢谢嘉颖哥，辛苦您。那么欣赏完刚刚两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有请上一组的哥哥再次登台。接下来现场的各位请注意了，如果你们支持吴彦斌、蔡国庆投送01号，支持郑嘉颖、王耀庆、苏小丁和陆毅的话，就请投送02号。火力直投送现在开始。要祝福的就送给吴彦斌，送给蔡老师，拉拉不行，我要拉票了。你们妈妈也会让你们投票的，对不对？蔡国庆老师给我太大的惊喜了，输给他们不丢脸。吴宪兵多能唱啊，你怎么赢得过他？我感觉好像上一次比较好。对，我觉得第一组。那我就说第二。人数多的占一点优势啊。郭温。时间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晓第一轮结果，请看大屏幕。这么快揭晓、这么快揭晓吗？要这样吗？好难比我这一组。郑嘉颖、王耀庆、陆毅、苏小丁获得883火力值，蔡国庆、胡彦斌获得了861火力值。恭喜郑嘉颖、王耀庆、陆毅、苏小丁在本轮获得胜利。我们没有想到会赢，挺意外的。可能因为我们人多，观众能看到4个不同的歌。本场的第一位 MVP 将会在你们当中产生，而另一组将会全员成为流浪者。没想到，完了，一个成流浪人了，你这一下咋整？我自己觉得 OK 啊。往往人没有遗憾，永远是因为你做到了自己预想的成绩啊。反而那一刻，我就赶紧看蔡老师的表情，他怎么样？意外，
还是没有想到，内心虽然说非常成熟，要去热烈的祝贺对方，更何况对方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啊，那就是微笑的面对，早晚会拿回来的，下一场我们就给拿回来。没错没错，最惊喜是你，太好了。有啊，么么么么么么么，非常好非常好，听过一个，看到流眼泪，真的真的看到流眼泪，好帅好帅好帅，哥哥好帅，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下一组的哥哥，就到我们了。哦，兄弟们，走了，大哥，走了，走了，走了，好期待哦，哟哟，林哥 ，Let's go，Let's go， 哟哟哟哟哟哟哟，好期待，加油！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一组，他们是集帅哥说唱、抒情歌手和说唱歌王于一体，炸翻舞台的舞台战神。让我们有请三位哥哥：瘦子、蛋壳、董宝石。1 2 3 走了，这一组全是 rapper， 肯定火力很旺，火力很冲。如果要有个团魂，然后起个名的话，那应该是嗷嗷的。什么组？嗷嗷的组。什么什么组？嗷嗷的。你等会瘦子，你踩瘦子的时候，你问一下，你把这个给他说，看他什么反应。但我的理解好像就是很酷、很炫这样子。嗷嗷的就是可好了，然后可厉害了。比太阳更光，蛋壳算大嗷吧，然后我中嗷，比太阳更光，瘦子就小嗷，光比太阳更光。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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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光字上不去，哎，给奥特曼唱出来了，看见光了。老舅，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你想要传达一样怎么样的力量？硬啊，就是硬。王飞鸿嘛，这个嘛，男儿当自强，他是有很强烈的中华男儿之精神。当生活中遇到挫折，想放弃音乐生涯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歌。在2017年，我记得说唱特别火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在给别人开车，就坐在旁边的时候，我的老板就会说，他说宝石啊，我跟你说，人呢应该有梦想，但是也应该现实啊，可能那些东西你已经过了年纪了，别再去想了。在2005年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东北非常非常出色的说唱团体，当时也拥有很多很多的歌迷。但是在2011年左右之后呢，其实就忽然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我们也从大学生，然后变成了需要工作的这样一批人。我开过车，然后也当过商场的管理员，然后批发过手机。只有他可以听到夜里城市在哭，他确定人生就是尝不完的苦。像这我那期间也在不停的写歌，我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再去奋斗一次。说这城市从来没有放弃我，他心如果没有创作的陪伴，我相信我也不会有今天。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披荆斩棘的人生啊。老舅33还原地出道呢，还不披荆斩棘吗？可以的吗？现实教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果敢，你不光要勇敢还要果断。希望这个舞台能给所有哥哥们提一口气，我们这30几个汉子在一起就是男儿当自强。看我折扇拿在手里，看我麻布扎子得体，热血男儿终归故里，侠之大者克己复礼，要有朝气，豪气讲道理，道义我身法飘逸，武者双行要切记，刚柔并济，竹林月下树影够，地动风动我不动，喝下了半杯女儿红，莫怪我出手无形重，我拳法如片若惊鸿，出脚如出击飞龙。
年在下佛山黄飞鸿，宝智力十三亿，行一计是我龙门梯，天行剑足枪无息，也从不求天下无敌，赵天霸鬼脚气，仗势欺人要小心，这只碎石剑一行，你看我点睛又才清，东宫举镜魂力梅花装身前气定，太傅男儿当自强，我医好你的软骨病，唐不听兄大家做栋梁，做好汉用我白点热，交出千本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这些男儿汉比太阳更光。Ladies and gentlemen，没事的小赛这么多年都没变，电影刚回来的兄弟这么多年都没见 Yeah we do it big homie， 只要生意我都会见，你会记得我的来自，当你看到我的剑，我用九个九手环境把你记得在那发动，不断突破以往的成绩，麦克风锁在我手，我只依靠我的团队，实力不断翻倍，团队保持华丽就像强大的一支战队，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哪儿当自强，跟我们一起唱出来，这好汉子，这些热肠热比太阳更光，做个好汉子，这些热肠热比太阳更光。看到他们这种我就很羡慕，为什么？就很酷啊，对，男儿当自强，炸的炸的炸的，也想试一次啊，好想来一回，我感觉你肯定想，呀呀呀，我很喜欢 rapper 这一组，怎么都帅，你无法形容，这三位哥哥可是来炸场的，从头到尾都很燃，这一组的表演形式我觉得是从任何的方向角度来讲都是可圈可点的，不要碰他们。大家好，我是巴斯老爵。Hello， 大家好，我是E.SO瘦子。Hello， 大家好，我是蛋壳。哦吼，别人都喊哥哥，到你这儿辈分换了，老舅。是啊，关键我还是个假的，还有个真老舅在 holding room 呢。男儿当自强，贼好这歌，是吧？但是为什么选这首歌？当初，首先选这首歌呢，是一个致敬，致敬黄沾先生，致敬李连杰先生，致敬一代宗师黄飞鸿。那也希望我们三个把这首歌带来给所有的哥哥们提提气。好 ，OK。好，提起来了。我希望能给《披荆斩棘》带来作为一个好的开始。对，也希望所有的哥哥都有一个轻松的心态，主要是不要太卷。不要太卷，不要太卷。好，接下来与刚刚这组哥哥进行对决的哥哥们，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风格，请看大屏幕。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承铉。粉红女郎中的白马王子，唱艳俱佳的魅力兵哥，披荆斩棘的舞台，我看是拿捏住了。少安的歌声是大家对于偶像剧最初的记忆，但愿他这次来到哥哥的舞台，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的精彩，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他一些鼓励，为他加油。大家好，我是任贤齐。齐哥，哎，齐哥，齐哥，我相信大家已经见到这首歌的创作者阿普，希望在舞台上能够更多人认识阿普，听到他唱的好听歌曲。炸掉，炸掉！好，有请三位哥哥带来他们精彩的 OST， 一起回到那个追剧的时光。
吹嘘来我唱了一辈子。这首歌就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它就像一瓶放了很久的优质的酒，虽然隔了很久了，但是它的味道仍然在。花香这首歌是开创了我歌手这条路的第一首歌，带了很多很多很多无比的感动。大家想见我们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才会有它存在的意义。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拥挤落落雨会任你猜猜，留作刹那永远未离开。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只为你开怀，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总让我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点亮，提醒我花香香香就香的爱。当爱情已落成遗迹，用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我想一直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我的心机，对你爱情最难解答，你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相信你的感情
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光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定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再等待一句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可以可以可以，整挺高。大合唱，相当可以。压力上来了，压力一下嘚儿就上来了。哎呦，胡斌哥哥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我没想到他轻重缓急，那处理得非常棒啊。他们这三个人，帅的帅，可爱的可爱，胡有种很让人想跟他一起唱歌的这种亲和力。因为一部剧。留下一首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Hello， 现场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3的阿普，我是许绍洋。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斌，谢谢。哇，好帅的！没有想到斌哥。《归去来》这首歌您是原唱，是，对，而且唱歌、演戏、模特、主持、赛艇，样样做到行业 top， 有没有什么经验能够传授一下？怎么能每个行业都做到这么棒？我觉得有一个秘密，就是说，当你坚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会失败，可能你再多坚持一点点，胜利就是你的。乌云都是镶着金边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我很享受跟斌哥还有杨哥一起演出，希望未来能够把83我的乐团一起带来，跟大家一起演出，跟大家一起玩。希望刚刚有感动到吗？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三位哥哥带来精彩的演出，接下来有请我们上一组的三位哥哥再次登场。究竟获胜组会是两组当中的哪一组呢？获胜这一组当中会根据个人喜爱度决出本场的一位 MVP， 而另一组将会全员成为流浪者。接下来，如果各位支持老舅、支持瘦子、支持蛋壳的话，投送03；如果你们支持许绍洋、胡斌还有李贤普，投送04。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04。03，谢谢谢谢谢谢。两组都可以进行选择，但是不可以重复投送。下一次见到我，帮你自拍，你帮我安保，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个要对战 rap 组有点辛苦。你觉得哪一组赢啊？难讲难讲，他们这个一动一静哦。对对对，这个就是那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right？ 对，哦。胡斌哥就是很帅，都说了是世界超模了，不帅才怪。然后气质又在那里。许绍洋，绍洋哥，他曾经的偶像，对不对？很火的。想见你真的算是近期很火的一首歌。他们在唱的时候，休息室又变成一个大型 KTV 现场。说唱组以上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完胜，超凡的记忆力，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 rap 里面能加入到很多中国文化跟中国元素，还是蛮惊艳的。时间到，投送通道现在关闭，一
切现在揭晓。恭喜董宝石、瘦子和蛋壳在本轮对决获得胜利，胡兵、许绍洋以及阿普获得了815的火力值，谢谢 everybody， 谢谢。你们心情现在？轻松了。我们哥仨一块在台上的这个感觉特别棒，对，对吧？我觉得留了一个好现场，这个我特别开心。做好了。从清晨出发，拉满活力一天，脚随时起飞，感知自在的当下，玩心很大，更要晒在大太阳下。不止在舞台，也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经典限定呼伦贝尔有机奶，以自然馈赠，滋养身心。经典有机生活，由我定义。和生原奶粉，六倍乳桥蛋白 LPN， 初乳核心保护蛋白，激发内在保护力，宝宝保护强，妈妈少担心。记得搭配和生原益生菌，呵护宝宝娇嫩肠胃。本节目由有机生活由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三星 Z 系列第五代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零蔗糖冰爽官蓝方圆冻柠茶赞助播出。零蔗糖喝到爽。本节目由和生元赞助播出。和生元宝宝保护墙，妈妈少担心。本节目由好吃的半糖德芙赞助播出。五分清甜，十分丝滑，我们都爱吃。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睡拉满状态，征途星光璀璨。本节目由醉酒赞助播出，上海贵酒，醉酒浓香型，风味醇厚。本节目由丽郎简约男装赞助播出，丽郎简约男装哥哥轻装上场。本节目由梅赛德斯奔驰 V 级 MPV 赞助播出，大咖登场，滚烫人生大不同。本节目由爱玛电动车赞助播出，城市漫游新坐骑，天生自在百公里。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赞助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8月25日起，MangoTV 每周五、周六12点单更双更交替上线，国际版 App MangoTV 同步收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日中午12点尊享加更版，动感地带芒果卡，花样靓号任你选，来玩盲盒大冒险。芒果 TV 搜披荆斩棘同款，购官方周边。接下来我们即将展开的是第三轮 1v1 的组间对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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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冠品冠。曾经的我想唱就唱，当我就闪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哎呀，哇哇哇哇，16年前在舞台上陪伴你们度过夏天的那几位哥哥，今年夏天继续回来陪伴你们披荆斩棘。快乐男生，我也是，我是快乐男孩。有请09号选手陈楚生，12号选手张远，02号选手王月欣，04号选手于浩明，有请。0704即将上市。快乐男孩火了之后，你们还有后续好几个综艺，那你会不会担心别人觉得你们一起就是营销过度啊，不让评价？我一点不担心，你在意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们前十几年没人在意，我们就疯狂性报复性接活儿，没工作你试试。给人感觉好像事业有所好转，但是其实落在我身上的
音乐类的节目非常少，我很渴望多留下几个好的舞台。其实我离开这个所谓的这种音乐类的这种舞台，你不就是挣了几个臭钱吗？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吧，为之甚少了。大家可能这两年对我们在一起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吧。后面的话有没有哥哥愿意挑战舞蹈？挑战舞蹈只是信息了解，比方说陈楚生可能说我那绝对不能跳哈，我们就知道不要考虑这个人。我没有想要挑战。其实我也没有想看。浩明是可以跳的吗？可以试。我可以试啊。可以试试。好谦虚啊。哎呦喂，他小提琴都可以试，他跳舞什么不能？哎，他可以跳小提琴，别拉了。你别看我们几个人嘻嘻哈哈的，但是面对舞台我们每个人都很认真。我跟你偷偷的讲，就是生哥真的是为咱们节目戒烟了很久。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抱在脑后。太妙了，那个声音啊，自然就浮现很多故事。我有时候会收起我的眼神，因为再看可能就真的要喷涌出来了。哥哥们，对，我们把飞龙救哭了。真的假的？对，猛男落泪。彩排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恍惚，我似乎是听到了就是16年前。在那个舞台上面听到的那个倒计时的感觉。年度总冠军是陈楚生。我最闪亮。大家每一个人的人生似乎都没有那么的平坦，但是大家都依然还在舞台上面，也没有辜负十几年的努力。大家等了16年，可能16年最好的一个机会，重新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作为歌手去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确是会发光的。这歌很好哭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哭啊。你骑着脚踏车载着那女孩，不用着急去哪儿。不怕风雨来，你一笑我的天空就晴朗，看着你我知道了天使的模样，曾经不顾一切想要和你永远作伴，才不管他是否可笑和荒唐。时间就像细沙，我们没能握住它。青春这门课，是你教会我成长。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等晚风轻轻吹过，欢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浪花。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怕着你做人伴随你，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也是个独坐，一个想是没协助。在某年
那有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乐队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有走过，我是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握，像红日之火燃点真的我，铁半藤千山也定能踏过，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俗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请有把两人自在祝福你，我若万星永远闪光，接着你每个希冀如浪花，快要战胜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离，命运就算好下像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人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大气氛嘎嘎的嘛，就大声一点吧，再大声点，我们想听，谢谢。来之前肯定有做一下功课，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要提醒彼此注意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别哭。你要提醒谁？我刚刚就已经做不到了。你一开始就已经崩了。有了，有了，有了。然后王栎鑫也跟着你崩了。真的吗？然后我也差一点点我就崩了。生哥，你挺稳的，你真的是。我开始第一个，我没办法，就是没来得及。对对，因为大家实在太热情了。谢谢大家。所以，你们还需要我们吗？你们刚刚都在提醒彼此，是不是？对。那我要提醒一下台下的其他的哥哥们。哦。以后不要碰到我们几个哦。哦。你们要小心哦。我一个人就可以喝三箱。经典有经典。漂亮。是三箱经典呼伦贝尔有机奶，但同时要问一下，有没有制定一下策略？比如说四位，你们接下来就是四个人一起，还是说会和其他的哥哥们开始全新的合作？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各奔东西。我们肯定是希望一起也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当然也希望能跟更多优秀的哥哥弟弟们一起合作。在一起呢，有在一起的好，在一起有在一起的腻。时不时的出去苟且一下也挺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这里卖个关子，大家就期待着未来的四个月，他们四位究竟会和哥哥们产生怎样的可能性，好不好？好，那掌声再次送给我们四位哥哥，请大家稍事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一会儿见。辛苦了辛苦了。16年后你们再次同台，心情怎么样？16年前在同一个舞台，
然后可能相互 PK， 那十六年后在一起跟其他的哥哥 PK， 这是很神奇的一个感觉，这个是作为我们以后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即将我们迎来的是第三轮对决，他们都曾经为了音乐参加过团体，今天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团体，站在这个舞台上，请看大屏幕。Hello， 我是龚俊。看到我的好朋友魏哲民在舞台上披荆斩棘，特别为你开心。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的舞台秘诀，那就是一定要自信。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魏哲民。彬彬彬彬，文武双全，能唱能演。今天我为 Kenny 关智斌加油打 call， 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关智斌，我刚刚在配音，就是咱们拍的《海关战线》还有《学友歌》。这样你去了披荆斩棘，如果你能走到成团的话，我煮饭给你吃。我是张琪，放肆桀骜，踏碎凌霄，新的黑马魏巡当道。谢谢启哥。Hello， 我是吴克群。因为有一天他家门没锁，导致我的宝藏好大哥又去参加披荆斩棘了。品冠哥，我以为我的温柔能够给你整个宇宙，明明很爱你，你怎么偷偷跑去参加节目不跟我说？掌声有请四位哥哥。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就不去看你，就从不经意心情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快乐，送彼此陌生，当时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的爱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我的世界，奇妙的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Go！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杠。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不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心，在我活的，在我活的，在我活的地方。双手，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谁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握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
和苹果，脂肪却没要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也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哼一声都伤过，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你都敲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结果？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也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你都敲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结果？戏也没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还能浪费多少结果？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你都敲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结果？啊，爸爸爸，爸爸，哥怎么了？哦，是有安排什么？好好， okay. 来来，准备好。One, two, three， 请你别浪费投票的结果。啊，爸爸爸，谢谢。先要问一下品冠哥，这次来之前儿子有没有提什么意见？我没告诉他我要唱这首歌、哦、对，然后我希望会有一个新的版本，是属于我们四个哥哥的、嗯、这个门没锁、嗯、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还能够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哥哥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觉得真的我要好好努力拼一把，所以期待接下来您带来的舞台。谢谢。至于哥之前开玩笑说都变成 uncle 了，怎么还叫做 boys？ 但是现在要问一下，就是自己真的从 boy 变成了哥哥的身份，感觉会有怎么样的心理不同吗？因为我之前就是个组合，我是个 boys。但老实说，我在里面，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想发挥、想做出来，所以我现在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 brothers 跟我再组一个团。然后就把我这个梦想可以完成。对、嗯、那同样问一下哲明，因为我这压力肯定会非常大，因为你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哎、但是来到这里挑战唱跳怎么样？心态还好吗？谁说演员不能来到唱跳舞台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你倒是跳啊。自己在唱跳的舞台上经验确实稍有欠缺，但好在有这么多好哥哥一直在帮助我，我真特别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所以才能有我这次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同样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哥哥们一定也会让每一个人彼此之间受益颇多。那接下来魏巡哥，时隔六年做好准备再次迎接一场竞演了吗？我做好准备了，时隔六年我又回来了，我要把我失去的都拿回来。
你失去啥了到底？你失去啥了？你冠军，你不是冠军吗？再次有请上一组的哥哥回到舞台。怎么这么难舍难分？解不开了，你看这扣子。不然就这样吧。想不到大家关系现在这么紧密，哇！接下来火力值投送现在开启。如果支持陈楚生、张远、王月星、于浩明，请投送05号；如果支持魏哲明、关智斌、魏巡和品冠，请支持06号。哎呀，品冠哥危险了。当这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回忆，是更多人的回忆。16年，好快！当他们还可以原地再站上舞台的时候，替他们开心，观众是真的会有被他们感动到的。品冠哥的那首编曲做得很好，他非常有戏剧感，经常会在百老汇的很多这种大的歌里面会听到的这种音色和影子，所以我觉得很棒。品冠老师他们气质搭在一起就很温和，听完了这一组让你觉得很舒服治愈的。投送时间到，在本轮获胜的究竟会哪一组呢？我们请看大屏幕。陈楚生、张远、于浩明、王月星共获得917火力值，品冠、关智斌、魏巡、魏哲明共获得848火力值。哇，917！哦哟，好强哦！谢谢两组哥哥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请到赛事组稍事休息，谢谢你们。我感觉。第三季的竞技感好重啊！前两季氛围没那么重呀。对，有点紧张。马老师之前真的是我的老师。其实跟马师他们，尤其是对抗，我更想说是遇强则强，靠我使尽浑身解数的舞台表现，能够让观众把我和教给我舞蹈的老师中间取一个得失，看一下我从他这里有没有学到东西。Let's go, let's go! Oh, oh,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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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for it!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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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披荆斩棘》第三季的舞蹈双子星即将亮相，一位称得上是人体节拍器、人肉加速机，而另外一位则是在街舞当中创造了独有的国风流派，在街舞中集齐了琴棋书画等中国文化的主题，被称为是国风街舞艺术家。说到披荆斩棘节目邀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找我去编舞，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幕后工作，而且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然后那边的导演组就来了一句：“没有，让他来哥哥。”我说：“之前有给哥哥姐姐们有很多的编排，包括吴建豪啊，就是属于是那种家常便饭，就还挺轻松的。”马师他的舞蹈行云流水，就像凌波微步一样踩在音乐节奏当中。从国风街舞这一块编排非常的有想法，我真的没见过比他跳得更好的。那所以你们之前是有合作过的？合作说不上，但是经常会见面，然后我还上过他的课。哦，真的？对。不认真，我们都叫他中哈，我们都是编舞师，但是我们不拘泥于某种风格。他因为是来自国际团队叫 King Jazz， 他们这个舞团有一个自己的理念，不想当人前的英雄，想变成藏在影子后面的英雄。高中的时候就会去看他们视频的，而不是为了去模仿或学，就是纯看，因为真的好厉害。全球街舞冠军，哇，都是你看，这太厉害，这舞台怎么跟人 PK？ 没法 PK。
back in the day, it wasn't easy for Asians to get on the screen. I was on television 3-4 multiple times. Wasn't able to land more opportunities after that. I'm just thankful to participate on the show. 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不自觉的律动起来，我觉得这是街舞舞者的一个共性。The style 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 mentality 一样的。So what was th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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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like you sai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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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you told me? Yeah. 其实两个成熟的舞者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沟通，也可以很快的达成一种默契。所以编舞对我们来说很快。五分钟差不多，我们改变一下方向。我突然很 like a 柔，对对对。And then you just very fast, we like a 阴阳。I'm very confident in our performance. Nobody else is gonna do what we do. 我其实挺想燃烧自己的，在舞台上，我一定能击中你灵魂的一寸。Why I don't dance. This is why we yeah. So now that's some that was beautiful, huh? Yeah.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be like so impressed with like it's touched my heart so deep. It's kind of remind me of like how you could really appreciate all like the detail, like simple detail, the like the flower. And he said like not just like.Many flowers, just one flower is enough for like, it's so deep. 先将掌声送给我们本季的舞蹈双子星何振成、马小龙。厉害！最后回到那种太极。蔡老师，你来一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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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者马小龙。大家好，我是何长成。长成哥，对于后面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你认为你会参加到怎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有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我也可以说唱，所以我觉得，希望说唱的哥哥们可以帮我。哦，要不要稍微的来一小段？People don't know what I came here to do, so I tell them sit down while they're giving the truth. Take a good look when I enter the booth, cause I do what I do, and it's me and the crew. 好吗？这厉害喽！唱的比我好。上一季大家熟悉喜爱的空空，就是由跳龙哥编排了整个舞台的舞蹈，所以这一季自己亲自现身之后，想要挑战一个怎样的舞台？之前都是帮哥哥们量身定制，所以这一次我来。斗胆参加一下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想好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下，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什么适合我的舞台，我会全力以赴。人各有所长，但是我觉得哥哥们互补的舞台一定会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状态，所以再次谢谢两位刚刚的舞蹈，谢谢大家。接下来与刚刚这组哥哥进行对决的哥哥们，他们的平均年龄以及单组的年龄都是我们本场所有哥哥当中年龄最年轻的，他们哪个外形养眼，同时唱歌跳舞信手拈来，说唱创作不在话下，表演也是偷偷藏不住。让我们有请马伯骞、博远以及罗杰夫。The game is changing. 不如我们来个大合照，好不好？如果要摆烂，躺在家里就好了。来披荆斩棘干什么？这就是未来，这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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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跋涉逃离城市的沙漠，也许我们过荒芜的那个。当他们都说沉默无辜，人都要剪去繁琐，吃饭也忙的那主才是我。还没丢弃天真，还没习以为真，还是像从前一样笨拙。我像不羁的河流，一往无前的没去冲锋过。不过生而为人，不过血肉之身，不过终究与平凡吻合。也许人潮汹涌中，未知那个我会寻得那片一直的辽阔。只晓得我
从未打磨过才是完整的，从披荆斩棘只为见证一闪即逝的星火，因为炽热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话题披荆斩棘讨论，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上微博搜索话题披荆斩棘，参与守护高光舞台互动和哥哥炙热同行。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扎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谈心社，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指定问答社区知乎，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特别合作时尚媒体时尚先生，专属燕歌房、温莎 KTV， 首席合作打歌平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演艺场大悦城，电台合作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文艺广播、广东音乐台、广州金曲广播、广西音乐台、湖南交通广播、芒果音乐台、975摩登音乐台、长沙音乐广播，特别合作百度 APP、 百度贴吧、百度网台、 YY 直播、智行、易代驾、网易有道词典、接电、 WiFi 万能钥匙、图哈兔、迅飞输入法、智联招聘、怪兽充电、映客直播、检票集团、利率城、车载大屏，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